明年春天，迪士尼就会在上海开园见客。开幕前呢，上海迪士尼也准备在大陆招募近万名的新进员工。不少台湾人已经从各类招募管道报名，想要一圆在迪士尼工作的梦想。不过，迪士尼征才大多属于基层服务人员，待遇相对也不优渥，工作很辛苦，因此公司相当重视服务的热忱跟专业度。若台湾毕业学子有在全球其他迪士尼乐园工作过的经验，上海方面也会相当重视，有机会会优先录取。